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哈蒙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订阅、点赞、开启小铃铛。今天是2022年12月5日，然后这款模型幻想超能觉醒，这是一款手办题材的模拟经营加卡牌养成手游，于12月1日开服测试，福利码 VIP 888 VIP 999，温馨祥和的潮灵王国，生活着一群可爱的潮灵。某天黑暗降临，王国面临危机，我们将扮演领主，击败魔物，重建王国。模型公仔手办题材的手游让我想起之前玩过的模型少女 Awake。 本作感觉上的年龄层设定比较低，走的是 Q 版可爱风，玩法上分为经营建造以及迷雾探索战斗冒险关卡，消耗金币生产资源，再将资源堆叠升级上去，基础资源为原木、落物、原矿。战斗方面则是双方即时战斗，下方有技能释放，分为六大职业，分为两种类的三职业循环克制。接着就是我试玩的游戏画面与体验。好的，来吧，模型幻想超能觉醒。登录方式是快速、脸书、Facebook， 还有 Google。好，游戏抢先体验中吧。那测试时间是12月1号到12月8号。因为今天是对我来说是礼拜天了，礼拜天没有新游的话，我就找一些测试的游戏来玩。这是个祥和温馨的国度，可爱的潮灵都生活在这里，他们诞生爱与陪伴。好，小声一点。团结友爱，善良勇敢，这就是潮灵王国，一个充满欢乐的乌托邦。然而，有光明就有黑暗。那天黑暗降临， premiumbeat.com 他们怎么没有颜色啊？灾难的源头究竟是什么？潮灵们又将何去何从？ premiumbeat.com 好，先跟着引导来玩吧。小潮灵哦，我刚听不懂说什么是潮灵。好，这边有一个小小，有一个苏拉，感觉这像台服游戏，我是说好像像台湾开发的游戏，我不知道啦。这个招财猫跟我们平常看到的招财猫长得不太一样，这感觉年龄层比较低吼，就是比较 Q 版，然后走卡哇伊路线。好，没有语音，就没有那个音效了。一个近战，一个远程嘛，然后多多。这边感觉是我们的那个首页吧，是不是？家园建造，阿姆。对啊，这边好像是有那种建造的玩法。但是它其实是没有资源的，就是不用养成了。它这个资源可能是你要过关才会给你，是不是啊？哦，没有，我们要用金币来制作这个原木，然后有了原木之后，我们就有这个资源嘛，我们就可以去做东西了。看起来是这样。然后主线任务在这，
那我会玩了啦，已经会玩了。就内政经营建造，然后就去战斗，通关冒险战斗。看一下哦，他现在资源就只有没有我们刚就只有金币而已啊，然后还有原木，然后你建造生产你是要消耗这个金币，建造还是需要消耗金币，所以它不是那一种你需要消耗什么木材啊、石材啊或者什么食物啊，目前是这样。然后我们要去解锁这个迷雾，探索可能会有战斗，是不是？没有，就直接打开。然后这边有这个原木，还有这个，这好像是粮草，是不是啊？跟他交换嘛，我们背包里面有粮草。然后这个游戏应该是要抽草岭啊。我这刚刚看听那个游戏介绍，我真的听不懂。第一次听到什么叫草岭，就新潮的潮。潮流的潮，然后灵魂的灵，然后我们可以捡钻石，然后继续探索。探索人会消耗体力耶，这边有体力嘛？可是我现在体力是零啊。然后这边要战斗一下，然后布阵一下，布阵这个有点像小丑的感觉。然后这边有克制吧，战士、刺客、法师、坦克、辅助、游侠。怎么是三个循环克制，然后两边这样，六个职业，这游戏有六个职业。好，这个应该是即时战斗吧？对啊，即时战斗，它不是回合制的啊。我刚玩的是回合制，我刚玩的是《秦时明月》哦。这部影片发布前，我也会先发布《秦时明月》。然后这是可以放技能。就累积这个能量或是怒气。这边是羁绊，没有羁绊装置，没有装置。那我们返回一下，我会觉得他的那个感觉年龄层设定比较低，他不是美少女嘛，然后也不是三国，就是这种 Q 版的一些方块动物，还有这个茶杯、茶壶，嘣嘣嘣嘣嘣嘣嘣！我觉得我们有点弱啊，打起来，可能要养成一下啊。那他没有其他微操了，有的他会做微操，可以闪避啊、移动啊、抓起来移动什么的，有的他会设计成这样，设计成那样。我慢慢体会一下这个游戏。好，获得了这只阿瓜。西瓜是不是？西瓜。我故意是水瓜。西瓜卡。西瓜。欢迎来到我的。好像会消耗这个作物。哦，就是做消耗作物。这游戏虽然也是结合这个玩法啦，就探索迷雾然后建造的玩法，然后再加打怪这样，但是整体来说感觉还可以啊。一开始你好像觉得蛮无聊的，那我慢慢的体会这个游戏，慢慢的来 体会这个游戏。好，一样战斗。这个西瓜，西瓜战士，西瓜太郎，大家知道西瓜太郎吗？金太郎，西瓜太郎，就以前那个桃太郎不是有一个角色叫做金太郎，日本的啦，金太郎，
一个将军嘛，然后也说要去打鬼，然后打不过，然后台湾就改编吧，桃太郎，小时候的电影，有够老的，然后那个老人家的电影嘛，对对对，现在的人来说应该没看过，然后里面有一个西瓜太郎，胖胖的，光溜溜的，有点小好色这样，喜欢公主的设定。公主被抓走了、啊，西瓜太郎。为什么我都会记得他？因为我们那个小侄子胖胖的啊，每天光溜溜的在洗澡，走来走去，我都叫他米其林啊，或是西瓜太郎。米其林，米其林轮胎不是很多游泳圈吗？我都叫他米其林或是西瓜太郎。并不是嘲笑他，是说他很可爱，肉肉的。好，现在小朋友很厉害啊！以前我都看不懂国字，就是我小时候我们都学那个 Purple Morpho 嘛，一二三四年级好像都不太会国字吧。因为学校没教啊，我们可以移动一下，那应该是可以转方向嘛，可以转方向。现在小一就要开始写国字了，很厉害、啊。现在小朋友好辛苦啊，先哪需要这个放大缩小，大概是大概四五六年级吧，大概。发现那个路上那个招牌我都看得懂，这样就自然而然怎么学校教的我都看，当然在看路上的招牌，我都看得懂，那也没有人说一定要认国字啊，就自然而然就会了。好，还在建造啦，你可以加速一下，如果你不想等的话没关系，我们就把这个界面看一看，就是一个经营建造然后加冒险的玩法，战斗的玩法，背景音乐不是那么好听啊。王国的一天哦，不知道什么版权哎，实名认证没有啊？我什么实名认证啊？没有吧？我不是用游客吗？里巴马 VIP 888 VIP 999吧，我不知道大小写。脸书上有啦，脸书上有，这边直接送你时间抽是不是？哦、没有，启动潮灵营，突破水晶300钻，就是我刚刚玩之前有去脸书看一下，就 VIP 888 VIP 999，我不知道还有没有，你们可以去找找看，这边可以编辑。你们是要盖东西？好，没事。AI 音箱又被我唤醒了，它还没什么功能，它的功能就是帮我开灯而已、啊，帮我开灯、关灯这样而已。这个要干嘛、啊？他说要干嘛？拥有一个等级二，哦，我要升级是不是？那、啊、你要加速啊！加速！我现在是有钱人呐、啊，好不好？刚刚那个 VIP 888 VIP 999让我有钱了。好，继续探索。他好像就是探索来战斗，不是那种一只一只的一只战一只死。他是这样子哦。风向对标是什么？一拍即合，可能是我们的阵营是不是有符合这两个阵营是不是 ？buff 是不是？森林特工队，一二三四五，我们也是五个，五打五。然后这边是继续，然后加速一倍、1.5 倍、两倍，然后这边是总 HP 吧。然后我们开自动了吧，它可能会放技能。
好像要打两场哎、欸，那我们再打一下。我还没有练，我来练一下好不好？我们的角色叫曹岭啊。直升十一级是怎样？结果我把资源用完了吗？没有资源了。好吧。这个是刚刚那个 VIP 888收到的吧？还是 999？ 那、啊、这个是那个一个那个盒玩诶、欸，公仔诶、欸，游戏叫做《模型幻想》嘛，所以是用 Q 版的公仔，是不是？可是我没有感觉到这个有像公仔的感觉啊，就刚刚那个背景有点像。嗯，公仔游戏。有一个那个吧，手办团吧，超能手什么手办团的，就美少女公仔的，陆服有，台服也有，忘记名字了，什么模型美少女哦、喔，我忘记了，我来查一下，我们直接上那个 Play 商店搜寻一下模型两个字，看它会不会出现模型少女 Awake 模型少女 Awake。觉醒啊，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这一款游戏《模型幻想超能觉醒》。好，那两款模型游戏当然是玩模型少女啊，对不对？美少女游戏，这个比较适合给低年龄层玩吧，感觉。好，那我们就玩到这边吧，大概是这样啊，就跟着这个主线任务做，然后你就可以盖房子、生产资源，这边可以制作嘛，缺什么都是要金币来做，你就是用这个做成麦子嘛，这个东西怎么来？应该是前面的东西嘛，这里吧，有没有开始制作？由低阶的开始制作啊，往这边开始制作。制作，它是用金币去做这些东西，而不是直接生产资源出来给你用。这边还有矿石也是一样，金币去做，然后就开始做，有时间，然后这边有那个助列表，氪金的部分，看一下哦、喔，反正现在在测试啦，应该可能是三档测试吧，三档计费测试吗？要再去脸书上看看，然后这边可能还有其他的功能还没有开启吧，我在想。哦，好，那我们就试玩体验到这边，想玩的人我会把脸书下链接放影片下方的资讯栏位。那我们就先这样喽，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开铃铛，我们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